同学们好，朋友们好，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我们学一种新的节奏型。以前我们学过了扫弦的节奏型，这一次我们学的节奏型啊，是用手指来弹，而不是扫。请大家看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卡片。这个小卡片呢，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节奏型，叫做和弦分解节奏型。也就是把和弦音迅速的、流动的弹出来，啊，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形啊，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六线谱，四上二下是一二三四五六弦，啊，它这个弹的这个弦，大家看到了是这样的，先弹五弦，五弦完了三弦，三弦完了二弦，二弦完了三弦，然后呢又是一弦、二弦，完了一弦、三弦、二弦、三弦。这样组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五三二三一三二三，实际上这个就是读的前序啊，五三二三一三二三，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节奏型。下面呢，大家看到这个标的指法啊，应该用什么指法？这下面都标了。现在大家就看那个帕子的右手，给大家弹一下啊。我们练的时候呢，它仍然要慢啊，要慢练。大家看，五。三二三一三二三啊，五三二三一三二三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啊，所用的手指什么，就是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啊，每个指头啊各负七格，啊，每个指头各负七格。第一三根弦、四五六弦用拇指来弹，用右手的大拇指来弹。一二三弦呢，这三个指头各管一根弦，大家看各管一根弦，这样的话就不会乱了。大家弹这个节奏型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配唱的时候呢，也还是要用慢速的练，而且要一句一句的练，把一句练熟了再练第二句。那个比如说。大家练第一句的时候，大家听一下。我们就到这啊，我们不往下练了，在最后还练这个地方。啊，我们把这句练五遍、八遍，熟了以后，我们再往下进行。然后再来一次，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按分而进行，我们一句一句的去练，把一句练熟了以后，我们再往下进行，而不要从头到尾这样往下过，这样的话不容易熟，现在。我们就请大家听一下，我们给大家示范这首歌曲，请王菲来为大家示范演唱。
家听到了吗？这就是这首歌曲正在遥远的地方。希望大家在下面练的时候啊，这个把节奏调整，不要太快。接下来我们再学一种新的节奏型。这个节奏型呢叫趴音节奏型。这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卡片，请大家看一下我准备的这个小卡片。这上面这个记录的就是一个啊趴音节奏型。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五弦、三弦、二弦、一弦。四弦、三弦、二弦、一弦，这个低音呢是有交替啊，有调交替的，高音不变，都是三二一，啊，低音往往都是有交替的。我们怎么样交替呢？我们在谱上都有啊，都有记录。大家看，这个节奏型的啊指法仍然是拇指负责低音弦，啊，其他手指不变。请大家看一看我的右手。大家看这个，这是五三二一。这是四三二一。就是这样一个，由低音到高音的这样一个爬动的和弦音型，叫趴音。趴音比刚才那个，稍微容易一点。这个我们伴奏的歌曲呢，请大家打开这个十三页。是好阳光升起不落的太阳，这个大家都听过，很熟。前面这个前奏呢，我们大家在没学乐曲之前，如果觉得比较难的话，可以放在以后再练。因为我们下一节课可能就要学到乐曲。现在我们大家，就是从唱。和弹开始练，现在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这首歌曲，包括前奏，我们把第一段和第三段给大家连起来看一下。这首歌曲，我们大家在练的时候仍然要分开一句一句的去练。比如说一开始大家是那我们再来一下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把第一句还是练五遍、八遍，熟以后我们再练第二句，第二句熟以后再练第三句，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推进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连起来比较熟。这首歌曲我们就到这里，下面请大家打开第十四页。
第七四页这个是啊，一个摇滚节奏型。摇滚节奏型，这里我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卡片，请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这首歌曲《风中》这首歌曲啊，我们所用的伴奏型。大家看一看这个卡片，读起来是这样的：砰砰嚓嚓嚓，砰砰嚓嚓嚓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就等于是后面是前面的一次重复，啊，大家看这个砰砰，这是两个低音，啊，嚓嚓嚓，啊，这是三下是高音，啊，高音三根弦，这个高音三根弦的第一个音上面有一个飞点，啊，是贴音，啊，大家看反复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仍然有一个飞点贴音，啊，要求我们把这个熟练以后，熟练以后。都要给它做出来了。现在大家呢，看一看我给大家弹这个节奏型，我用慢速给大家弹一下，请大家看一下我的右手，我先把这个节奏型给大家弹一下，大家听一听它的效果。大家听到了啊，它是很有生活力的。大家先跟我把右手举起来啊，我们先用慢动作来做一下，来学一下啊。把右手举起来，我们慢动作来做一下呢，来看看它有什么要领需要注意啊。大家看，跟我一块做，先是食指，碰碰，就是两下低音，然后擦擦擦，最后一下是拇指。啊，前面四下全都是食指向下，再来看，碰碰擦擦擦，再来碰碰擦擦擦。大家注意到，碰碰这两下子呢，这个这个手是有摩擦的啊，食指和拇指的手指肚是有摩擦的，有点加强力度啊。碰碰，这是一个要点。再往下看，擦。擦擦，最后这两下，这个交替，两个手中的这个交替，有个转弯动作，碰碰擦擦擦，最后这个擦擦有个转弯动作，这样的话打起来以后呢，它这个时值就能够保证，不会拖节奏，听起来以后比较利索，碰碰擦擦擦，碰碰擦擦擦，是这个效果，所以我们要这个有转弯动作，这是第二个要领，好。我们大家先连起来跟我做一下，举个手做一下，碰碰擦擦擦，碰碰擦擦擦，碰碰擦擦擦，好，大家再看一下，请上用慢速给大家做一下。大家看到了，是有这个有这个转弯动作。另外这首歌曲呢，我们在这个，在演唱的时候呢，有的地方用催音，有的地方没有用催音啊。大家听一下不用催音的这个效果。如果弹快了的话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呢，这个一个是这个，前两天要用能力，大家注意点，这用能力，上面呢这个，要有转弯，再一个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。动作的时候还要小一些，动作不要很大。大家看到我打节奏型的时候，动作都始终都是比较小的。我们要求这个双手的动作都要比较低。那么我们回去以后呢，大家把这个节奏型
练成一些，练到这个连续打十次，也不出错，也不丢音，也不落音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伴唱的时候，就比较就顺利了，就比较顺利了。所以希望大家下一些功夫，我们在课下把这个节奏型练好。同学们，再见。